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中记载，有一天耶稣在加百农的一间民房里讲道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这个摊子想要行走却是不能。属灵上的瘫痪也是这样，我们心里知道成功之道，可是我们的灵却毫无反应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持续累积的压力所造成的压迫感，进而转变成为沮丧。长期的沮丧会导致意志消沉，生命枯燥乏味，提不起劲来。日复一日的结果就是一事无成。不论是住在豪宅或是茅屋，除非我们的灵得自由，否则
都像是囚禁在监牢里面一样。属灵瘫痪的种类很多，有的会让我们情绪失控，甚至严重到失去工作或人际关系，虽然知道出了问题，却没有能力改变。还有一种属灵瘫痪，是因为我们不断地为别人付出，导致自己心理、情绪和体力上的枯竭。这时候，唯有再次被生命的创造者充满，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不要让自己陷入瘫痪、失控、耗竭的状态。学习马可福音中的瘫子，在耶稣里找到答案。他会带给我们喜乐、自由和人生的目标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求主荣耀恩典。
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诗篇91篇14至16节。上主的荣耀。